啊，他呀，兄弟，你他妈别老是打我呀！你是不是傻逼呀？我找这边这个狗杂去哪儿了？我操！在那边呢，狗杂。那还有一个，这往这边跑。右边山上还有，这里一个没看到，结束了。反正我现在找了两个没被检测过的号，找了两个没被检测过号，没被检测过的号有皮肤的号是吧？如果这个号被检测了，我就换另外一个号打，知道吧？然后等这个号放出来继续打，反正就尽量少杀，尽量狗一点。可以呀，可以看看，没得问题。哦，吃点人的这两块，今晚上好几个人点外卖都是吃炸鸡，我真的我不喜欢吃那玩意。别阴我啊，兄弟！无尽之刃，别阴我啊！打这个啥是吧？懂的啊。啊，他那边门还被封了，我操！对啊，你那个号也是奇怪，也不被检测啊！我上次打你的号杀那么多都不被，真的跟号有点关系哦。想吃小香猪了，可以呀、啊，冲了过来吃噻，搞起！八级牌子怎么会是白嫖的呢？你办卡不要钱吗？你办卡不叫那啥吗？
难道你办卡是免费的？我操，我不信。慢慢打，不急。不出意外，这把打完上钻。老是碰到，妈的！幸好喝完了，我操！没喝完，你妈里面有水，我操！人就傻了，五级都给干，给干坏了，我凉凉。对战攻，八级牌，要没了。这是第三张办卡了，前面两张牌子都掉了。我靠！谢谢荡城的办卡，谢谢荡城的办卡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刚好，教师不是你是吧？是教师。叫十颗针现在好考吧，难的好考，为啥难的好考？哦，这个还分男女吗？因为蓝的少，哦，你这个到底啊？太久了，感觉耳朵有点。